这是一部给人一种身临其境，为情节的紧张厚实而随着故事一起悬浮在这个历史洪流中的故事，仿佛自己也是身处其中的一块浮木，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清晰而又模糊的，但是也是最最真实的。他教会我们成长，那个男孩教会我们什么是感动，那个女孩教会我们什么是坚持。